大家好，欢迎嚟到佛系人生，我系 Jenny。今条片就会讲下佛教建筑风格由印度到中国北魏嘅传播。无论喺印度亦或系中国，石笔都系佛教建筑嘅代表，而佛教嘅传播就可以喺建筑风格入面体现。阿檀陀石笔系印度最古老嘅佛教石笔之一，印度最早被发掘嘅一组石笔就系喺法成时期。喺中国嘅北魏时期，昙瑶五笔就系云冈石笔最早开凿嘅笔群。雖然雲岡石筆不是中國最古老的石筆，而且莫高窟等等早期的石筆亦都影響了雲岡石筆，但雲岡三個時期的重大變化可以突顯到印度佛教建築風格的傳播。北魏時期中國和印度頻繁的佛教文化交流，造就了早期富有印度藝術特色的雲岡石筆。在最初的階段，印度的阿檀陀石筆是雲岡石筆的原型，同時雲岡石筆借鑑了印度貴商王朝的犍陀羅風格。佛教多數是以佛像、教義、僧人這三種方式來傳播的。中國的高僧法顯就是在公元400年左右到訪了阿檀陀石筆。在雲岡石筆第二階段的時候，孝文帝就實施了漢化政策，令到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建築風格可以融合。在忽然就可以看得出雲岡石筆中期是結合了平城的居室狀況，創造了內外都有門窗和廊檐的形制，增加了石筆的中國特色。另外，印度的摔倒坡已經改為中國的佛塔，摔倒坡亦都由圓形覆缽式演變成方形的四面塔柱，同時採用了中國的亭閣風格和宮殿佈局，所以中期的雲岡石筆顯示了印度佛教建築形制漢化的演變過程。在後期，因為中國傳統藝術和美學觀念的滲透，雲岡石筆已經慢慢地中國化，中印之間禮拜不同居住筆的比例差異都暗示了中國佛教建築的世俗化。中國石筆受到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主要是服務信仰者和求佛者的崇拜。由印度到中國，佛教石筆已經由苦修的地方變為崇拜的地方，而且禮拜筆塔柱前面的空間亦都縮短了，不再是僧侶聚會的場所，而是專供佛像。所以漢化政策加深了中國佛教建築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在後期的雲岡石筆已經很難發現印度佛教建築風格的痕跡。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裡了，我們下條片見吧。